更难更难。我要拍给他看。知道吗？没有，刚刚吓一跳。龙龙在讲那个，他换虚幼带徒，虚幼那个手局要怎么配这样子，跟他讨论一下。没有，他现在就差一次带徒啊，还没有完全体验。电不加推了，虚幼不推。没差啦，只要下一次只要带徒出来，他一定追。直接封麦给他。往内了，对啊，你有跟他给他的天赋那些吗？还叫他给你？嗯，你说什么？虚幼带徒手机。有啊，我叫他自己上网找啊，他 OK。可以传给他，叫我这边就有了。啊、可以传给他。对，来几段。来不及了，他下线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停，所以没差。我是觉得他这样打，仙界至少就不会被那些战力差不多的 KO 掉这样子。猛的好不好？干个转场跑。对啊，没有，他说之前竟然打出沦落，就真的是，不，他是有可能，因为他那个沦落刚好带那个虚幼带头那个队伍啊，就是克土怪兽啊。